年可能就会在家吧，就是如果去人太多的地方，就还是会有一些concern。对，就希望不要把病毒带回家，所以我就可能要在家里度过。希望送你什么礼物？送我什么？好，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跟宝宝有关的东西吧，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在疯狂的购买跟宝宝有关的。小秘诀哦，哈，我没有秘诀，我觉得真的就是产后要一直健身健身，然后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我现在还没有到我自己很满意的状态，对。这个我们那个很正常的一些，但是有个人讲，大概什么时候会上线？应该是最近就会出来。那结婚？什么？结婚最近会有演唱会的计划？最近应该就是年底的时候。我觉得啊，浪姐的姐姐们太强了，我就非常的 respect， 因为我自己有看这一季，我觉得没有一定的歌舞的平时的训练，我自己是觉得没什么资格可以上这个节目。对，不过身为一个观众，我也看得很开心，然后学习很多。会不会参加我还没想那么多，因为就是那我私人投资的一个咖啡厅啦，所以他也很低调，他好像以为我还在旅行，所以就没跟我讲。然后我就很开心，觉得姐妹力挺，还到我的店里庆生，然后我就偷偷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他，然后就觉得很温馨，因为就是我觉得默契吧。我们当天穿的服装非常像个团体，然后就是两个人的默契高到好像不是一个惊喜，好像是准备好的一样，就觉得祝他生日快乐，心想事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